一下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上面原来就有看守吗？没有，应该是临时增加的警备。那怎么办？ 小心点！张副处长，这下面怎么办？来，水泥我都已经挖松了，大家跟我一起动手。 这怎么过去啊？这个爬过去，谁先上？ 我来，小心，小心点儿！大家帮忙扶住电线杆。小心点儿！下一个，我来。 兄弟，最开始我自己怎么了？怎么老出事儿啊？是啊，害得老子连休假都没休成。来，抽根烟吧。啊，来，拿。有人！快！宋科长。 外面有枪声，快，快！宋科长，那人打枪，1号院，张海峰，走，走。 发现了，跑不了了，闭嘴！爸呀！傅殿军，黑夜，你们开枪还击，我下去切断电源。我他娘的跟你拼了！ 是配电室出了问题，黄福才去应急配电机房。是，开门，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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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！救命啊！黑爷，赶紧走！铁杆子，赶紧走！大哥，我走不动，要走你先走，放你娘的屁！赶紧走，你先走，大哥，去你娘的，赶紧走！大哥，再不走就……兄弟，拉他走！大哥，小心呐，走啊！ 没子弹了！兄弟，周八在下面出不去怎么办呢？把枪扔给我。卫兵身上有子弹。上！ 方进军，到，我数1、2、3，跑到那边去。啊！1、5、2。 捡条命，铁杆都被打死了！娘的，你个怂包蛋！我不走，放下我！我不走啊！你放下我呀！我不走！你他娘的！ 就是他，快加油！是。 快启动！是。滚开！笨蛋！快，队长！停！兄弟，快点儿！张海峰，我给你1分钟时间下来，要不然我就打死你！走，给我冲上去！兄弟，海峰！ 给我上！张副处长，前面就是雷区，大家一定要跟着我的脚印走，千万不能乱，否则有危险。听明白了吗？亲爱的小雨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看见这封信，也许是很多年以后。还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曾经说，爱是不需要说对不起的。然而这一次，是我第一次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，要对你说对不起，因为我要离开你了。 但是，我做不到。您知道，小雨也离不开我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我很难想象，我离开他以后，他会怎么样。我也很难想。我告诉你，自从第一次我领你进这个门到今天，在这10几年里头，我把所有的本事都交给了你。 可是我从来没有安排过你任务，我雪藏了你10几年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就是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，今天是时候了，你要去完成我的任务，并且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。 我不允许你带着我的女儿，先生。你一直在叫我先生，没错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更是你的父亲。我的理想破灭了，现在需要你去替我寻找新的希望，你懂吗？ 先生临终前，希望我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这是先生的理想，也将是我的信仰。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，为了普天下同胞的幸福，作为他的义子，我必须遵从他的决定。所以，我希望你能够幸福。 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，小雨。我想你应该明白了，今生今世，我们可能再也不能在一起了。我不敢奢求你的谅解，但我希望你能好好珍惜自己。 好好对待自己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忘掉我，开始你全新的生活。张海峰，民国27年7月28日深夜。这怎么有条河呀？这是一条河呀！信号看到了吗？对面是接应队伍，只要游过这条河就安全了。河面上会有很多铁丝网和障碍物，所以大家必须要闭气2分钟，潜泳过去。可我不会游泳啊！哎，你他娘的就是一废物！你抓住老子裤腰带不就行了吗？哦，你可别松手啊！大家跟着我。 妈妈，真好吃。白上馆出事了！别管他，继续追，先抓到他们再说。走，快，快走！ 肯定是方伟这疯子干的。抓住我！我走。